欢迎回来，看到我玩乞丐大亨的第八天，好，咱们现在呢就1兆多啊，我连城市一个都没买啊，就是负责点击这个723的乞丐点击率，我的转瞬金额已经去到1万了，我的这一个乞丐帮我点击的话呢，免费点击，每2分钟点击。可以给我的一个一井多，一井七千了。所以你看，我现在在这一家的话，我就2180，我们就转生了。我就转生吧，因为多2天，就第10天，我就多的什么，我就要突破到去买完全部城市嘛，所以的话。我应该是会城市购买的话，井啊，5000井，我最少要有跳得到。大概如果是我的这个老这个乞丐呢，每2分钟点的话，可以给到我去5000井的话，可以去到2500井的话，我就可以开始慢慢买完的时候就比较好玩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就点一下啊。一下能升多少级呢？17级啊！再来一下，我就可以升更多级了，升双倍的级数啊！二十上去到100级了吧？我看可以过100级了，点滴三下，过100级啊，四个就过50了。第三下不错的，然后第四下越来越少钱，因为比较难了200了，好的呢，200喽，200就难了，只能靠点一下火一下，点一下火一下的。不过呢，你看很快达标到2100啊，很快达标到2100啊，对啊，2100300级。我的词现在已经去到13135的部分啊。现在我们就看一下，我们还可以，好，330级就算了啊。我们的老贝已经好了，我们就不打理他啊。首先呢，就把其他人先升20级吧，升20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先升20，那么我的点击率就高很多哈，21也没事。好，81啊，好，医生也来了，好，医生也好了，判官也不错哦，你看判官。很快的，判官也是11左右，所以14-1也对我这个慢慢点击来说也是21-1的话还可以啊，会比较慢了。你看，我会比较慢了啊。然后呢，国王清零上啊，国王也不错啊，国王也可以一直上了啊。我看一下，国王14好上，20也很好上的。29也蛮不错的啊，我换个锁来点比较好，因为一下一下的。好，这个点不过的时候呢，就剩这一个，应该很好剩了。你看260了，380应该不错的，其实。我就别用乞丐啊，乞丐帮我很少，我就不要用他先啊。好了，380了哈，怎么来看一下国王啊？我们用这个手点一两下，国王就到了哈。国王一到了，我们就比较快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只能买物资喽。
你看，买屋子51也很容易上。我要买屋子了，到51，好，51了过后呢，我们就点过来啊，全部都能卖的，全部卖了，再买回去。我卖了4个，所以欠卖2个，少卖2个，好，买卖了，那2个也卖了啊，1000的话我就不够钱了，你看。啊，我们都知道我不够钱啊，我不够钱呐，对啊，我不够钱呐，你看我不够钱的情况下，我还要升外星人，外星人6级啊，直接开这个闪光灯，其实我要快啊，其实我连它也不用升也行的。我也跟你说，我连他都，剩下他我不用升也没事，为什么呢？我5100就行了，其实。不过呢，这次我不要，我要先把我自己升到400多级呗。对啊，这一轮的点击有点过啊哈，直接上到440级，应该可以，可以啊。A 点，好，剩下的看你要怎么办吧。我这个是二字头啊，21，除非我这个点到去25吧，或者24，我就点完上去了。22嘛，可以，就欠2级，两个等级，自己按。320啊，就自己按了，好容易按了呀，320，你看，我一下子就300了。慢慢按就行啊，我这2级我就自己慢慢按，慢慢按，琢磨一下我就升到了哦，320，就慢慢琢磨，慢慢点，不用这么着急啊，因为我有做工的人啊，不着急啊，我不是真正的 YouTuber 嘛，是打算在 YouTuber，就是打算是在 YouTube 开一个赚钱吧，自己赚一点点小钱。然后呢，我这个点数呢已经升了，我就要把这些全部升到30级。谁来都不好使啊，一定要升30，升不了就慢慢升。非死不可，算了吧。你滴滴滴。Joyce and D Joyce 啊，我的那个朋友，他妈妈，275亿，好的呢，我们就点一下的慢慢升级啊。今天是玩第8天嘛啊，我这个很努力的在点，很努力，非常努力的在点，你看，我很不努力了嘛，我很努力的在点了，我在等这一个其实。然后我不打算点了，其实，货币，觉得不需要点了，你看200多、300，我这一盘呢，我就不打算点了。我跟你说，等这个老人一好，我就不点了，从此都不点这一下，欠一点点我也不点。哦吼，升级了，听。我的天，来帮我升级，好了呢，给你打一次升级了，给你打一次升级了，我看你能升多少级啊？3亿啊，还是3亿的？那没有3亿了，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直接上5亿。3亿没有了，直接上5亿啊！我让他上5亿啊！看他、啊、看他、啊、怎么变了、啊？我再给他上9亿，好快哦！你看，才搞到一半了，7亿也有可能了，这样子。
七也有可能哦，七一了，你自己看，还可以冲。冲完了过后呢，我买美术展的两一，买下了两一，直接卖不多钱，美术展的不多钱，房子的买，一栋大楼，大楼买完再买一个三一的东西哦。你看我这个卖了，一栋大楼也原卖的啊，大楼再买回去，美术展的四亿啊，就买了一下再买，我就一点点钱啊，五一不到点两下，五一了，买一下再卖了它，我就赚了六十多，然后再点一下。再买一，再买六一，然后再把六一给卖了，就差一点点了，然后再点两下，七一也到了啊，七一买一下，然后再卖一下，六九，7900，7900，八一嘛，就点两下，到了，八一了，这样子就八一了，哈哈。真的是强，这是300亿嘛？好的呢，好，富豪之塔呢，现在应该可以打得过。我就算以我现在这样子的金币来，也是打得过。你自己看呢？哦吼，哦，我的斗篷够力，我的斗篷。斗篷转身次数就是啊，然后斗篷够力，我的斗篷是135哦，原来是我斗篷的厉害啊，原来斗篷也能跟我赢很多药水回来啊，没事，咱们就一只斗篷2000，我再转身啊，现在剩9秒啊，9秒，2000再转身，现在没有到2000呢，130而已啊，很少啊，所以我就不转了。好，我现在冲了，你看我现在不帮忙点了哈，我现在冲了，冲着去了，冲着去，不帮忙点了啊啊！一兆好了，就点先点一兆，一兆多钱啊？9100嘛，9100到了我就点9100啊，然后嘞就把医生给升上来，给判官也升上来，国王也要升上来。好，现在呢，就看他能给我多少吧，因为我不造，我就有那个什么，可以给他充这个4兆多，还可以充五兆，好，很好，现在我有一、二、三。是有啊，是有，是有，我没有的情况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啊，20了，很好，到女朋友，充不到20，充不到，点击数呢？八，好，点击，给他上，看能上多少就上多少吧。啊，点几下就可以上一级，点几下就可以上一级，点几下就可以上一级。你看，太好玩了吧这个游戏！你看，点两下又上一级，点几下又上一级，哎，啊不够，82够了，86够了，好，470，好，就一直点了，不用怕，就一直点，一直升，一直点，一直升，1100亿就1100亿啊，就让它升啊。05亿也招生啊，1100亿也招生啊，啥都没有啊，就是最多是就是这些金币钱啊。乞丐的说，我什么钱都没有，就有钱生我自己点击的权利。如果咱们不用上班，只需要用手点一点就有钱的话，我觉得很多人都亿万富翁、百万富翁都来了啊。好，咱们就不点了，不然的话我要点到去5000多才有。有东西看。
5000多，应该也行啊，再升个几关吧，我这个1600、1700，哦，开始慢慢了，1800，开始慢慢了，你看到吗？哦，还有30秒，1900，开始慢了，2000了吧？还有，还是1900，大概2000的部分。好，还差多少秒？10秒。好，两个手指，冲了。好，够了。来，刚刚好时间490啊，真的是刚好的。冲，摇了。我看他能摇到多少给我啊？最主要的是实战。我是希望他能摇十兆给我，但是呢，他摇到十兆，我先给他重做一个，他的比较高，我之前已经算下来，企业的会搞过幸福的，所以我先起了企业的先，如果他能20，我就给他20，向上，那边慢点上没问题的。过了20，如果能30的话，我就给他点了；不能的话，那个事我就不管是那边去，剩下的我就拿来加女朋友给我到那个什么等级就好了，没有了，对吧？你看，这个加一点点了，那个加多，看到了吗？对，加多一点点。好，现在女朋友要上5级，刚好可以。5级我又要升了哈，我还有10招，慢慢想啊，我这干嘛那10招？因为我这个还没有买完，看到吗？我不虚买也没问题，我只虚这个500了，510了，好，咱们给他520吧。520级的意思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快哦，一下子就上到了，看到吗？9100就点两点点几下就上了，9100看到吗？点几下就上到了，一个桃也是，点几下也到了哦。好，咱们企业都很快了哈。之前都没有这么快，真可以升到去20了。50的话，我是先不升你，我先升这一些，算是50、100、100、200、300、500、500到了1万、1000桃，1000桃了过2000桃、3000桃、5000桃1井、2井、3井啊。好的呢，现在我1000亿啊，在我的上方有1000亿。1100是啥都做不了，看到了，只能剩一点点东西啊。这个也要艺术品要2100，所以我不买。其实我可以啊，我点两下我就可以买得到了。其实看我要不要买，其实，好吧，买一下呗，2100的东西，反正喧哗一下，点两下就有了东西，为啥我不要点？反正它会翻倍，你看。我还有1100，你看我点了两下，它还8秒，哎，不过我买完了，那边的东西哦，所以你们要看一下，我现在就是一直靠点击上啊，因为我点击比较强嘛，秒数比较少，我就打算给点击先上。好，我拉回上来啊，要30嘛，很快就到30了，我们要50嘛。50的话呢，应该30刚刚这样子哦，应该还可以50。我再算100还能不能？100的话有点难，不过还是可以。200就更难了。1100了，我点一下。哦，100到了。你看一下，200的话还可以，300有点困难了。200可以啊，你看，还有位置，冲！
300就难一点，200到了，这个应该还有一个50吧，50多给我开这个，还有40多，40多是很好用的东西，就是给我送外星人，女朋友，31嘛，哦，还是31，就帮忙点几下吧，因为那边是100的，100下面的是200，55吗？可以啊，直接冲给他55。这轮就先上女朋友了一下嘛。对呀，反正都没事做了，还是等那个拿杯帮我冲的，所以我就只能点击费的东西给他，帮他升一点费的东西然后他好了，我就升其他东西。我这2100应该是有点慢的，是该升一升我自己的，其实。你看52、51多一点。如果是我刚刚的那个速度的话，应该是很快。他帮我点的话是非常的快，89。我看一下，还有40多，可以上十级了，还可以上十级。28嘛，30，早我又可以再上十级。还差一点点，好，换到了吗？3000了，我点击就是3000，一个招一个招上，我点不到89，所以我不点了，太高了，89，好，3、2、1，咱们开始表演。开始表演的时候呢，我这个有一个100然后下面那个200的我不要先，所以我要点这个300。我再看他的速度，300我应该是能点得到，500的话勉强点得到，就是这1000桃我点不到，500勉强可以，500是勉强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是500了，看到吗？转到这边已经是500了，刚刚的速度。因为刚刚我按了300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现在按一个500下去，它又加速了。它加速的时候，我就看它能不能过千。过到千的话呢，我就高兴啊，过不到千就下一轮，就这样。我们现在来看过不过千呢？不过千有不过千的玩法，过期嘛，过期也是个好事啊。过期看到了吗？过期要怎么玩呢？因为我在点击的话呢，你看5000多嘛，过期我卖一个三，5400，我就要存这个300桃，就点两下，点几下吧，300桃对我来这个这么大的数额来说，应该是一个很好点的东西。我就要点600下，两个手指的话，我就要点多少桃就要多少下，300桃嘛，我就点漏去300桃啊。如果我给它升级的话，应该是6000的，看一下，对，6000啊，所以的话就更快，更快的到300桃那我们就帮忙他做工一下了啊。因为我点击我又送了一点嘛，所以我帮他做工，点两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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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了也行了啊，300也就，你看多快，一下子就到300了，300点了过后就也继续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多一个100，
因为我达到6000了，那我再点了100出来。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吧，不过有一些人知道了。你看，100逃走。哦，我也买好了一个，我再每点击一次就7000了啊。7000的时候呢，就慢慢玩了啊，点快一点。有的升就升啊，他那个女朋友啊，为什么要升他女朋友呢？因为他越升越高级越难升。他29级的时候是200多的，275比他的那个戒指还要贵，他比那个戒指还要贵，他戒指才200啊，你看275，所以我也是准备要点他的，不过已经好了，那边已经好了，我就不点了啊。现在呢，我什么都不点啊，我要他要求直接过一个2000桃，不懂过不过得到，现在。就不知道啊，我能不能过？500已经过了，过的几率很大，700多，我应该是可以做到2桃5。2桃5的话，我在下面，然后再下上来，过得了，放心啊，过得了，没事，小事一桩啊。现在已经1500了，到这边，所以的话我还可以冲他。慢慢点了也其实，我们点击是帮忙点他2下，你看我这2000已经达到了啊，那我就看他能够我拿多少钱给我，看能不能1000桃。如果能1000桃，我有不同玩法；如果不到的话呢，也行了。你看他60多，我有两个选择啊，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呢就卖了这个1000桃。买这个不是卖了这个2000桃，买这个非死不可3000桃，我点击率就应该可以破更高。然后呢，我剩下68，你看我卖了这个，我跌回去1000，不过他说我9000，我上来也是9000，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，不过就多了一点点点击率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呢，为了要破罩嘛，破一罩，我要怎么做呢？你别忘了，我这个女朋友还差275嘛，我们就帮她点2下，275先什么都不要动了，275，给了她先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对吗？我就要点100下的荧幕，点100下啊，两个手指嘛，一人100，所以变成200兆，现在我有200兆了。你看，点到了哈，那我现在就可以了，慢慢点，慢慢点，不用这么快的，其实。不过我这个是飞着去的点哦，他自己都一直飞着去的点，200了，自己点击都有可以能200的，所以的话呢，得空的人可以一直点啊，不得空的人就像我这样放在那边，然后再。遇到个瓶颈的时候呢，就一直升那个点击率，升，然后转身，一直转身，转到你的那个老人帮你摇的时候摇很多，摇到很多的时候你就没有压力的时候你就可以玩哦，慢慢玩。我现在还有一个20多秒啊，至少要等到1000桃，1000桃啊！现在我两个手指按嘛，两个样子按。1000桃的部分呢，八九六五四三1000桃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卖这个，再买这个，就1000了。哦，他就跳2下，是比较多一点钱的。然后过后就没有这么多钱了，他跳了个700比较多钱的。好的呢。已经过了，还是这么多钱的。其实，如果你不，如果他不介意的话，还是这么多钱的。这个的话，可以升他了。其实，我们就先升我们点击吧，点击率先升上来吧，到600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先生上来的时候也是对马来也有利了啊，因为我要5000，所以的话我是要让他走，没问题的。我升完点击率，我再看给他走啊。他要走到3000了啊，我就看他能不能走到4000。走不到的话，我帮他补2下。走不到，好，把他补到4000套。不到了哈，补到的时候卖了1000桃子，买个5000，然后再慢慢点那个1000，再慢慢点了1000了，现在是慢了的。你认为我会点的慢呢？因为我是1.8的，一桃八按的，你认为会慢拿了1000？哼哼。他还没转到，我已经是可以点到1000桃了，是我自己懒了，可以跟大家说我很懒，我不希望一直点着他玩，我希望他自己的那个窑都可以帮我过关，所以玩到第八天还是这么菜，其实不是说菜，是不得空点他了，不得空了，没有的很诚心诚意的去玩他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。1000了，买回来，2桃了，看到了吗？直接升到2桃。2桃的时候呢，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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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就好了，这个也买好了，看到了吗？我就不理他了。40桃还没买，40桃买了。40桃买了，可以买。再买回40桃，给回他，因为比较多钱嘛，那个40桃啊，塞我2000会比较好点，2桃不是2000，2桃会比较好点。我这个51的部分，八直接让他上，是，600多的话，我至少要900。没事啊，就帮忙点两下，因为我下一个的是一锦会比较难，你明白吧？一锦会比较难。好，我现在400多，427，我就点了这个药老人呢，1000了，1400，这边就1400，到1/4可以到多少？大概1800左右。1800，1/4就1800，一般就要3600，3600的时候到一般的话我就4000桃，好，4000桃了，对，准准4000桃，没有多了一点，好，4000桃，5800，5800再加1800，7200，我转到完是7200，7200我准备卖3000的，准备卖3000买那个，然后我就要准备点3000嘛。我算预算好了，我是7200，不过呢，他还有多一点给我，看到吗？如果可以8000的话是最好，8000了，准8000了，8000几，8400，不用点这么多了，8400就点了一点点，我就卖了一个2000的出去，一个井回来，然后我就要卖点2000的是吗？其实我只需要点1000，2000的话就1000下嘛，一个手1000下，所以的话呢，就会比较，我不是2桃嘛，我还有2桃3嘛，我后面还有一个3字头，那我会比较快啊，3字头，我现在有那个。1.2倍，所以的话我还在点，其实我可以不用点了，我还在点，我还在点它，没事的，就继续点了，没问题，对我来说已经没问题了。你看1500了哈，我可以跟你说，我直接卖掉500，然后买回2000，2400来点500，500到两个手就250，就25。
即刻，多快！我还可以休息，等他那一百，再冲，你看，再等，再冲，500了，就不冲了，玩的闷的就不冲了，哎，然后现在的话呢，我可以这样子冲。冲到去1000桃，1000多桃吧。他上照了，没问题的，我知道他上了。你看，八、九、130，你自己看。6.7，桃子呢？还是冲？这轮的话呢，2.7600多，有600多的部分。我现在是打算点满了这一个企业的，升满了这两井跟三井过后，才来打算。其实我一点到那个一井的时候是吗？我是打算。他一定要能上到一井，我这个上不到一井，我认为他上不到一井，我这个老人上不到一井给我，我还要去点击，点不多，点一下子，我看一下7500了，7500的一半，8000了，应该可以去到9000多的，就差一点点，一井。已经是算到差一点点，意思一井了，就看他能不能。你看，我就说差一点点一井，你看真的是差一点点，没事，咱们就帮忙点到一井去吧，就那150多下，点击，不到50下，不点击啊。你看一井了，一井了过后呢，我就直接卖掉一井，再起一个两井。我也可以继续点击，到有5000，我就可以买回来一井，就剩5000。我不要的话，我就可以这样子挂着，然后我就还可以去点一下。你认为我能点到去5000吗？我认为我的技术是点得到的，不过要一直点击，所以的话手会很累。你看我现在就掉300了。没事，我为了不要浪费时间呢，我自己就先升老板吧。我点得到老板，我就先升老板，183。我点到有一点点瓶颈过后，我就不点了。其实630是一个瓶颈来的，因为200桃了，200桃的话比较难按。你看212，要点好几次才到。嗯，已经是一个瓶颈啊！你看那时候我就点冲不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两边上了，现在的话我可以一井，你看我24桃啊！我们再等老人家等多一个31秒吧。我这一个老人家一用完过后呢，我的影片就到这边吧，好不好？我的影片就不要太长了哈。现在是玩第八天25号啊。我就不打算给它放太长，太长你们也看也闷了，因为同一个东西啊，点击的很闷啊，所以咱们就冲，老人冲，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到一井。已经是2500了，一半了，跑到一半了。我的眼睛跟我说过得到，我的眼睛跟我说是过得到的，不行了，过得到了。
感谢大家我的影片，看到。感谢大家啊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赞、分享、订阅、按赞啊。我跟你说，道就倒了啊，我的数学很强的，刚刚24嘛，现在已经到了，很领导啊，180先到啊，冲破了，看到吗？冲破了，冲破了啊，直接冲破了。已经冲破了，冲破了，800多没有用的，800多哈，有啦，有一点点用处，就给我升这一个吧。你点两下，我这个升到640，我就真的是关了啊、哦。就给大家看一下，三个手指升级法，冲，你看快吗？直接点两级。升级，三个手指的话就三个手指，牛逼呀、啊！老板一定要点了、啊，这个乞丐老板最好可以去到700多级啊！点好了，1分钟就点好了，你去看一下吧，1200，是不是？哦，追加哦，因为还有企业还没买完，追加100就1340，然后我就。直接升乞丐老板的等级就可以了。好的呢，我的影片就到这边吧，希望我的影片分享一下。